妹妹，你看我这裙子咋样啊？我觉得土死了。嗯？倒也还行吧，我也真是服了我妈了，连条裙子都舍不得给我买，钱全花那条傻狗身上。喵喵，喵喵，来，站这儿，穿这个，来，姐姐给你穿，来呀，来呀，姐姐给你穿，你干嘛呀你？累了，能不能动小伙了去吧？哎，弄一恁个不要脸的女崽子啊，跟着我个动小啊？你今天是不想我了去吧？今天不去死了你！我不要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恁个样子恁是干啥？哎，你走路比走西人还比走西里哟！哎，恁过来，你以为自个好看你是吧？恁个样子恁穷西里富啊？恁个干啥我也做女的有西里区别呀？我哪没学生样了啊？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她有啊，你找她去好不啦？哎，现在不带你要跟广电娃娃似的啊！别动我！烦死！你给我把个东西捡起来，我好吧？不，我上次来的那个树啊，恁搞那些新的东西啊，放下来，不，很树哈，我给你娃哈。你烦不烦？我跟小娃还在外面受惊，你两个在着急惊。你自己没看好，怨我呀？哎，个又不是恁们两个人打架吵架，我的一个小娃娃一点不假。行，都怨我行了吧？就是咱们省不了上一出去了。恁姐，恁姐，给不回来，你还不要回来？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我走行了吧？呀，两个冤枉那伙食水。哪是这个的钱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来找狗。找狗。想听是吧？
晓得，那种事情啊，你爸答应哦。小托运，这牛在这新的事干了。小小小，哎，过都半年了，就这样老天不管你啊。哎，不要跟我娃就这样，我上都就气死了。妹子就叫那个伢几个女的，俺给撒几个血哟。我上头羡慕过我各种的啊。这老娃耶，都当成是好板嘞。你女好跳舞，高跳起，高跳起，哪个高得出不？搞弄班的，搞什么垃圾嘛？挨不接了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养了。哦，儿子。来来来，养养养。好，哎呀。咦？哎，我那个驴咋子？费那么上瘾了，吃饭等都不给，吓死我了。不要说哈，不要说哈。好，我说这里跟俺哥姐哈。能够安全的不好意思啊，要不我就给你进来了。咦，门粉的弄家街耶。老师说要家长签字，他要开家长会，我想让我爸去。你爸最近工作比较忙，他要赚钱养活你。哎，我也是你家长，要不让我去呗。我就要我爸去。回家快准备了，快去别人就买了吧。瓜子。哦，明明，你给你妈妈买瓜子啊。她不是我妈。哎呀，年纪半年还不行，对你哥好，一点都不懂事啊。谢谢。老板，来包双喜。双喜。嗯来，双喜，钱都没带过来，儿子带了，先拿去拿去。钱我帮他付了，不用找了。开始
来没有人爱我，为什么？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的狗找到了吗？晓得那样不容易，搿书真的是时间短不及人。搿但是那样不能不能搿女了，是不是了？搿就算侬现在有家庭有崽了，搿讲硬是那个女啦？是的呀，有事啊！我每一次跟侬玩都是有事。我明年也有事哎，我妈将滚头砸了，我明年要告法官，实在是忙不过来哟。那就讲了，我跟老师的话，明天就要改咯，好不好？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嗯，那还是那个问题咯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
你怎么知道这的？以前心情不好，就来这儿坐一下午。那你又回来干什么？我想见一个人，听说他生病了，也许是最后一面。是会死的那种吗？每个人都会死。那你见到他了吗？你帮我开家长会，我让你们见面怎么样？记得我和你说的吗？嗯。那你去吧。请问，这是舒老师家吗？你找我爸有啥事？对不起。怎么了？谁来我们家了？我妹妹在找狗，请问。爸爸，哪里有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看见。打扰了。
爸爸。是吗？我早就没有了。